在产粮大省黑龙江那里的收储企业，很多已经全面开秤，24小时敞开收粮。这里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，深夜10点多，依旧是灯火通明，一片繁忙景象。从哪儿过来的？齐哈是这个甘南的人。你这一圈拉了多少粮啊？拉30多吨。夜色中，陈继亮走进收粮点休息大厅，收到了一张类似银行卡的卡片。这张薄薄的卡片包含车辆、粮主等各项信息，卡和手机小程序绑定后，就可以实时查询检验结果。输入卡号，输入你车牌号，化验结果就全出来了。我们这就不用来看大屏幕了，在手机上就可以查询。啊，以前来了这排号排一宿才能卸车，烧气儿那小炉子，你自己做饭，这肯定用不上。这可以进去就卸，卸完就回家了。